我唔入，你遲邊個入啊？哇！嚟啦，嚟啦，除衫啦，除衫啦！美人魚有七色嚇，第一色咁樣。師傅愛你，愛你，愛你。其实我在外国看风水，我很多时候就是用风水美人鱼。师傅啊，试问这个世间上在哪里找一条美人鱼出来呢？你不是吗？我我可以将你打造成一条风水美人鱼。好啊，但是师傅帮人帮到底，你会陪我的可？梗系啦，如果不是怎样帮你打造呢？跟住师傅就要同阿蛋变身美人鱼，再拍片放喺铺头嘅财位。Well， 有师傅嘅加持，阿蛋啊赚到 fat fat 啦。咁你惊唔惊噶？识唔惊噶？我唔识游水噶。不过我信你嘅师傅，你喺度我咩都唔怕。你会同我一齐游真嘅？系啊，你会同我一齐游？识游水啊？唔识啊，放心啦，救你噶啦。我唔入，你迟边个入啊？哇！嚟啦，嚟啦，除衫啦，除衫啦，嚟啦，嚟啦。师傅变身，大概嚟啦，直接嚟喎，师傅。哇，师傅，换咗衫啊！美人七 ，Hello， 你好。我就喺台灣度學翻嚟嘅，咁因為發現香港都比較少人學啦，咁所以就將佢帶咗翻嚟香港，咁就希望可以多啲人認識到呢個運動。學成咗之後咧，仲可以配合一啲舞蹈嘅元素，咁就喺睡底入邊轉圈啊、吹泡泡啊、大關鬥等等，仲可以配合音樂做一啲團體嘅表演。師傅幫人幫到底，佢知道阿蛋唔識游水，專登落水陪佢一齊做啊！喂，美人魚大平賣，買一送一賣嚟睇啦喂！都用唔到啦，而家你试下咁样喐，劈啊劈条尾，而家都唔知点行啊！负责部师傅落水啊，听讲行啊，人好噶，好去好去，哇！小心啊！我掉你，我好惊啊！我掉你，好惊啊！善有怕死，怕死，怕死师傅，系咪咁样？美人鱼有七色吓，第一色。咁樣係出嚟啊！拜先先敬神先啊！因為美人魚大佬都係神仙嚟嘅喎，係先緊係啦。第二嚟呢度，第三嚟呢度。哦，呢個係跳落水嗰個嚟喎，師傅。諗下諗下先跳。第四咁樣啦，撞蛋，撞蛋。第五咁樣啦，第六咁樣啦，咁樣啦。是啦是啦，最靓是你哋啦吓，但是话明美人鱼啊嘛，你哋阵间落到水，是不是可以 keep 到咁靓先？未落水之前咧，着住嗰条美人鱼嗰个衫啦，系觉得好靓。一落咗水啦，完全唔系呢回事。唔系你照影睇都睇唔到啊！揾脚趾尖企嗰时咧，佢仲会向下。系啊系啊，廿条尾你企唔正，我唔惯，唔正同埋浮嚟浮去。好少我見到失師傅咁驚惶失措嘅面孔，好驚啊！師傅，係係係，嗱呢個加油啊，師傅啊，蛋驚啊！遊完應該浮唔翻上面，即係揸住呢。放心，好多人救你哋，放心。師傅，你咪諗住永遠喺呢個角落頭。你要離開呢個 comfort zone 啊！加油啊，師傅！唔好扶住嘢。你唔好笑我啊！你过嚟啦，不如唔系啊，佢要企呢度啊！搞成咁样嘅美人鱼几发达？师傅是研究分，佢乜都有研究噶嘛，冇嘢难到佢嘅。嗱，话咁快佢系成功，离开个池边啊！弹出去啦，弹出去，弹出去！加油啊，七 B B！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